现在邀请咱本名司令委员王明义、王主委来给大家拜年，哎呀！啊，感谢，感谢咱台南市大家长，咱黄伟哲市长，还有咱台南市上杰出的咱的议长郭信良议长。还有咱全台湾第一名的立委，咱陈建伟立委，还有咱姐姐，咱的中华甲贵宾，尤其有咱民意主任委员，咱安水清阮二哥，还有咱前议会理事长咱吴贤，和有咱代理人董事长有姐姐遮的贵宾，中华还有咱台湾市庙金兰会。让我要求一下，因为咱武汉病毒，咱中国大陆，吼，因怎样来抗毒，是毋是？咱做伙甲因加油一下，好无？我讲一二三，咱就讲中国加油，听着？中国大陆安尼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环绕式的哦，最有看头的，搁咱的哦，炸风炮。等下若消防的时阵，恁也注意看，马祖伊就是千变万化，要来消毒这个瘟疫，所以呢，恁唔免烦恼哈。搁而且呢，甲咱天使国际呢，甲恁感谢感谢，恁安尼八万罐的奖环来予咱吃抗体。等下恁若还袂领到的，请咱本名排队去甲领下，还有天使国际咱的谢梦琪总经理，啊吼，众有心，规公司包括董事长，公益社会做有较济，而且先甲你说一个多谢，多谢董事长，搁谢梦琪总经理，感谢恁吼，予恁哦事业兴旺，大赚钱，搁有咧，等下吼，若咧边春雨的时阵。麻烦咱所有的先生大德，加优秀的安全为第一哈，安全为第一。今仔日一定予恁哦，值回票价。我今仔话无爱讲伤济，留予市长、搁市长、搁立委讲就好。要做保佑，一定爱保佑今仔日所有的先生大德，金出泥，兴大运，大家大吉大利，吃百里。大家脚行手行，富贵当命。有时间来新北庙奉茶。后等三月二二二三，妈祖说进前，搁有一波，有一波的足精彩的节目，等要来予恁看，恁一定爱过来哈。多谢，感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而且我嘛要甲咱现场好朋友报告，妈祖是慈悲的，必有众生万民，袂讲干那保庇台湾人。因为只有世界安定，众生平安，这些是妈祖的代表甲台湾。所以你注意地主的时阵，为什么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，咱为中国加油？而且我嘛要呼吁有心人士不要做文章，嘛袂使因为今仔日两个嘉年华，大家共同的心愿，袂因为咱甲倒一个国家好，甲倒一个国家无好，咱就甲救场；咱甲这个较好，就甲救好，这都唔是。慈悲的众生，这嘛不是妈祖要爱的，因为咱共同期待，所以无关统一，无关台独，完全无关。此时此刻，只有全世界众生同等，共同祈祷，祈愿你妈祖成为显现的庇佑，所以才会拜托大家
那这是咱主委，伊是咱本庙主任委员，伊也是妈祖的代言人，所以伊看出着妈祖最大之慈悲，护佑全世界，和咱共同为中国加油，为世界加油。谢谢弟兄，咱们来拜托各位乡亲。咱今仔日吼，每一年都来参加活动，相信大家拢知影，真济年啊，咱都唔捌看到市长徛伫咱迎春路的吉普车顶端，所以可见咱今年市长真实力来参加伫咱迎春路的活动。所以咱即马用最热情的破车来欢迎着咱台南市大高长黄伟铁黄市长，欢迎黄伟哲市长。谢谢大家。罗立文和尚啊，罗立文圣母庙，咱的王主委各位委员，以及咱咱的郭信良议长，咱的陈廷辉立法委员，各位议员，各位好朋友各位在座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想啊，咱看来有足多精彩的节目，所以我要简单祝福咱所有的好朋友，咱台湾。这个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早日脱离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区域。咱当然世界的这个武汉肺炎都希望早日结束。嘛要祝福各位时代好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咱台南市气温昌隆，风调雨顺，大家平安顺遂，金鼠年行大运。谢谢各位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来，再来邀请会使哥，咱看伊真少年，但是伊为民服务，伊的资历吧，跟他的外表实在是不相符。会使哥，咱上届比咧，啊，会使有实力、有能力，我们的陈廷飞、陈立伟，感谢，非常感恩。咱今仔日，咱的主办单位，咱正统罗立门小目标，咱的王明义主委，以及咱所有众委员，咱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，咱台南市议会大家长郭信良议长，同款咱在地头声，咱的主地，以及咱所有议员，有咱李忠诚议员、王景德议员，还有我们很多的里长，有我们里长联谊会的会长。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过来现场，所有咱的顾问，以及咱安当市长，还有我们的安又琪，我们的又琪姐哈，这个在年代，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安又琪在主持节目啊？有哈，你看，马西妈作为信徒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咱每一位好朋友，我要问一下大家。每年都有来到现场的好朋友，请举手。哇，好多、哦！这代表咱每一冬伫咱的正月十五，就是咱的元宵，一定爱来到咱土城罗立门圣母庙来拜春牛，不是拜春牛尔，咱去来看咱国际的烟火，啊，佮有咱的风炮，这一定是咱元宵节，咱一定爱来到这。甲咱妈祖做伙来三祭，做伙来烧药，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咱也祈求着咱妈祖来保佑着咱每一个好朋友，伫咱心中的每一项祈求，拢会当完成，达成目标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尤其咱现主席大概上惊吓，就是我们的武汉肺炎。我们真的要祈求妈祖，咱祈求咱的妈祖。一定要保佑着咱全世界每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国家，拢爱赶紧排除咱武汉肺炎的疫情。一定要赶紧下当找着更加好的解决方式，这是咱大家共同的愿望。尤其这段时间，我们台湾的政府，我相信我们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们阻绝境外，我们又阻挡了所有的社区感染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相信政府所有的政策，我们一定会并肩作战，让我们的台湾更好，让我们的台湾免于武汉肺炎的恐惧。虽然这位怕病，
命，啊！伫遮咱来祈求妈祖，爱保佑着咱台湾搁较好，予咱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搁较安康、搁较快乐、搁较平安。这是咱大家共同的愿望。伫遮再次感谢大家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春雾马上要进到我们的现场，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。那么借着这个春雾，希望会当带动着咱所有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搁较好，会当搁较旺，会当愈较平安。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着咱陈廷飞立委。今麦咱要先予咱的春雾进来舞台啊，那先来，请大家先让出一条路，放心，每一个位置都是最好的位置。每一个位置都是上好的位置。啊，咱即马先请咱舞台头前这边的好朋友，咱先退后一步，好唔好？来，我们后面的后面动一下。对不起，谢谢你们给我走出来的机会，因为你们都不退，我只好走出来。咱退一下，咱的春雾无几摆，我都进行。但姐，咱现全国的、世界的这个媒体都要把我们现场的画面播直播出去。借由我们直播的力量传达我们的祝福，来，我们请再退一步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代表咱的哦，妈祖给大家说多谢，那个再退一下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再退一下好不好？咱后边无退头前的，就等了坐，咱后边再退一下哈，哎。退后原来就是向前，来了这边就再退一下，哎，我们往后退，我们再往后退一下，对对对，哦。你没退哈，众神祝福我都入来，来来，搁再退一下哈，来，那个再退一下哦，哇，我都感受到了哈，咱的财神爷，咱的五王妈祖，今摆拢伫咱每一个信徒的身躯边，要甲大家加持，咱搁再退一下，啊，细滴哦，慢慢啊退，唔好打着咱的老人囡仔哈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咱俩留一条路，予咱的春牛入来，来，搁再退一下，来，拜托一下哈，来。我们这边再帮一下忙，谢谢，来，拜托拜托拜托哦，咱搁再提一个哦，好，来，拜托拜托。啊，咱嘛拍婆仔先，甲咱穿蓝色衣服，咱穿古装，遮个威严帅哥，咱拍婆仔甲因说多谢一个，大家辛苦，非常辛苦，谢谢，就是嘞哈，感谢，谢谢，咱的庙埕绝对有够大。绝对够大，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好的视角。那你从国外进来，我们的活动才能顺利进行，可以了吗？我们这样够不够？可以了吗？对不起，再一点点。我现在挥手这一边，这边那个再退一点嘛。谢谢哈，阿叔你莫去打掉哦，注意家己安全，注意家己安全，这样子可以了吗？搁小看，咱这边搁查小看，我们在等这一边，那个等这边。咱若退无到一个安全的范围，咱无法度来进行，无法度开始。咱的结时已经伫要到啊吼，拜托咱莫耽误咱的结时啊！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一个热烈掌声给他们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敢拜托，咱拍婆敢拜托，拜托一个退，咱拍婆敢拜托，拜托这边好朋友个退一个，拜托，谢谢，很忙，先拜托这边不可以，袂使玩家先跑哦，这是妈祖的所在，这是好代志，绝对袂使玩家先跑。石狮，石狮，拜托大家帮忙，退到什么所在？退到石狮才对齐，是的，因为无这个范围，镜头无法度出去。谢谢，感谢，给拍婆一个，谢谢。还有那个少年朋友，我心中选择妈祖的所在，不准冤家相拍。妈祖的所在，宗教重要的代志，那冤家相拍，就是妈祖要爱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年轻的帅哥都想要抢春牛。如果咱来违反妈祖主笔的意思，你笑得春牛一点嘛意义拢无，对不对？来，拜托来，搁摕个小看尔。是的，我先甲这边的好朋友讲对不起，因为我们的场地没有够的话，我们的活动没办法进行。现在帮我看一下，还有几分钟，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妈祖有看时的吼，拜托大家到帮忙。太不搞，那我都进行。现在几分？剩还是三三？还剩没几分钟哈？现在三三，然后退好了以后，咱这边拜托咱的维护人员一边可以了吗？这样子可以了吗 ？OK 了吗？谢谢。那我赶紧拍一个婆啊，多谢恁的干妈做倒沙缸。谢谢，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。谢谢，感谢大家。
是在主呼吁，你妈祖的所在，包括参与今仔日盛会每一个人，拢袂使冤家相拍，每一个人拢爱平平安安，好唔好？咱拍一个波啊，即马继续来欢迎着议会，咱台南市议会龙头，也是土城优秀的子弟，咱的郭信良议长，欢迎。咱请咱的议员拢出来，来，咱的议会，咱的李宗成议员、郭清华议员，啊，咱的林炳立副议长、雷超议员，我们请你们请出列，请出席，谢谢。作为咱家的雄心时段，咱的王主委员，咱两位的市长，以及咱的咱庭的立委，啊，真多，包括阮议会表现真杰出，李宗成议员。作为咱在也委员，作为咱在顾问，好像咱家出有这个活动，长久以来啊，拢着真受着大家肯定。我照你讲是袂使讲足长的话，但是当初那书记也讲叫我爱讲二十分，我讲我较有法度讲二十分，伊讲爱等到七点五十到，才会当来编出有事情到。啊，我有责任伫，所以有阵仔加讲两句啊，莫上安啦。去年，同在这个所在，我有来讲，咱是一个举办着所有全国唯一最重要、上重要的这个跨年。我而且讲，啊，若干脆会当举办着全国的跨年，伫咱土城正当落，你们怎么袂来举办？咱大家遮的乡亲有同意无？大家拢讲好。所以，我就来干表人，啊来做伙，透过咱台南市政府，甲着咱陈廷伟立委，共同来办一场全国唯一正重要的农历跨年。啊，农历跨年，你让大家咧过的跨年，拢是伫也国历年的正月初。这个是哪用着咱农历呢？对咱台湾人咧过年来参加倒数，不但咱咧以外，咱搁透过甲国家历史风景区、台江国家公园、中游啊，遮个足济单位、市政府、民政局、文化局、观光旅游局，直接透过单位去甲交通部，都会了经费来办这个灯会。你也看咱的河口的灯会，等下时间你也看，迄一座灯会拢足水。是咱伫河口的来办灯会呢，有恁注意下看，那水泡无叮当的情形下，咱的所有的花灯一座一尺宽，变两尺宽，伊的倒影非常的水。所以这个花灯若伫水的中来举办，你也看非常的水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咱的电视的时间阁存无几工，所以遮侪乡亲时代，你若感觉台南市土城正道路，你问什么庙的花灯袂歹，拜托一下，手机啊，等下要倒进行开通电话，叫咱的乡亲小招小抓来看咱土城正道路，你问什么庙的花灯。而且咱的这座平安桥嘛非常的灵验，还袂过的朋友会当过来过。最后，信良者嘛，甲大家用真实话讲，台南市送来议会所有的预算，台南市的议员真用心、真打拼，那要求台南市政府钱要花在刀口上，所以台南市政府嘛真用心，甲进内底拢遵照着议会信会预算来咧执行，只要会当对咱台南市民好。只要会当对咱台南市强强发展的建设好，会当甲中央都有上来电，台南市议会拢义不容辞来配合着地方的政策，来带动着地方的欢迎，这才是人民的期待，咱人民的所求。所以，嘉信良甲大家报告，台南市议会内底虽然也较早含今仔无同款，啊无真接地气。不但办了小小的灯会，也有好店家表演，也有种端午节热闹拢有，而且这侪乡亲因拢会带去台南市里看看，
绝对会通台南市政府共同徛伫监督的立场上，为咱台南市谋福利。几分啊？时间到咧，我落去伫咧争时间，搁十分哦。我讲遮久啊，还搁十分钟，我甲我同讲遐久。查甫人啊，头话半价。查某人个口话到顾家个应注意头尾，啊！我伫只来大家报告，大家若还袂亲戚朋友来土城，借到罗你门看花灯的，一定爱烧酒烧串来看咱河口的花灯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最后甲大家讲，啊，怎咱的注意讲，天佑全世界，这是有影。妈祖的信徒伫世界各国拢有。即马多数个国家拢有即个也武汉肺炎的即个危险，相信妈祖的力量一定会来庇佑全世界所有只要有人的所在，无分国度，伊会心力坚定来天佑全世界所有的百姓。这是妈祖慈悲的所在。信徒者，麻烦咱李宗成议员再次代表台南市会，甲大家请安问候。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能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，能够日日好，年年好，时时好，主持让我们赚钱无烦恼。也祝大家让我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健康快乐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